阿弥陀佛，弟子徐元平，心怀大愿而来，请大师行个方便，让我条去路。少林寺夜间不留香客。 大师慈悲。
师弟手下留情，慢点，不必追了，放他去吧。是。阿弥陀佛。 善哉，善哉，善哉，善哉。往那一掌助你到慧心禅院，但愿没有伤到。 晚辈受教而来，求大师收入门下。晚辈一片至诚。什么人指点你来见我？一位白眉垂暮的老禅师。慧音，老禅师，晚辈冒万死而来，如不能学得武功，也不想生离此地了。复仇不报，沉冤难雪，还有何言生于天地之间？
老衲不能收徒，你也不能进入少林门下。 你猜中老衲手中抓的什么，老衲就传你武功。如果晚辈猜不中，那就陪我埋骨此处。<笑>能和老禅师这等高人葬身一处，死而何憾？老禅师，手中空。慢着，猜中与否关系重大。你虽不怕死，但沉冤何人带你洗穴？ 再说，老衲这一身金帛的武功，也要永埋九幽，传心无人了。老禅师手中可是只蝙蝠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婉儿，说吧，你要学什么武功？弟子想学《达摩易筋经》中上乘武功心法。你给我听着。 我是打赌输给你的武功，怎么可无师徒关系？你也不是少林门下的弟子，晚辈遵命就是。佛佛慈悲。少林寺32代掌门方丈率。 慧远百天四代弟子，亲访慧星禅院，弟子奉谕，敬请慧空师祖迎接掌门法驾。恕老衲深受仙师刑罚，不克迎接掌门法驾。少林32代掌门人圆通，见过师伯，罢了。 老衲当受不起，悔过叩见师兄。先是把我囚禁这慧心禅院之时，你们都亲眼看见了。这些年，愚兄在这儿早已忘去了人间的一切恩怨。今生今世，不想再出此事一步。 你师父传你接掌门户之时，可有遗言？先师圆寂之前，只传了弟子律玉佛杖。你师祖传你师父接掌31代掌门时，你可在场？师祖恩典，特允弟子随侍在侧。你师祖可有遗言？没有。<笑>住口！大胆慧空！ 竟图诿过，先去尊斩，祸乱众心。达摩院主持元太听命，元太在，擒拿叛徒慧空，领掌门方丈法谕。我用内力助你，待我据地。哟。 慧英、慧果联手出击，格杀勿论。掌门人，师叔可要抗拒绿玉佛杖。老衲不敢，。两位师叔快些出手，擒此叛徒。是。 佛令难违，师兄多多担待。两位师弟估量一下，可是小兄的对手。小弟虽被对手，但佛令如山，只得勉力一战。哎。
元太听命，在即刻断绝水师，布下罗汉大阵，准备火焚毁心禅院。是，请掌门人宽限三日，我会自觉谢罪。如若苦苦相逼，即使请全寺之力，也非老衲敌手。看在先师的份上。 我就给你三天，哼！孩子，记住，你不是少林门人，也非老衲弟子。元平记下了。陆琴剑锋利无比，可断金铁，但剑匣名贵，尤甚宝剑。你好好收存起来，这是我唯一的遗物了。老禅师，你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你要擅自珍重。 吾师限界将至，咱们该开始了。老禅师，我不想报仇了，请老禅师收回对方丈之言。晚辈愿长留此事，陪老禅师颐享天年。孩子，太晚了，事已至此，老衲。 不得不辜负你这一片孝思了。不，我愿意替你死，只要方丈不再加罪老禅师。孩子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就够老衲满足了。回首不见长空月，但愿星火传明灯。孩子。 三日期限已满，师伯有何遗言？老禅师。 小施主，擅闯少林，引起无边风波，还想生离死地吗？我非少林弟子，不受任何规戒约束。如不让开，哼，休怪我出手无情。黄铜大胆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慢着。
少林寺罗汉镇，数百年来从无人能活着闯过，小谭月不如束手就擒，老衲以死求情，请掌门人放你一条生路。老禅师不必担心，元平倘不能闯出罗汉大阵，生不如死，愧对慧空大师。嘿，慢走啊，小二！哎，来了！哎，小二，这边还在天福杯快啊，二快快！哎，客官，哎，有什么吩咐啊？七个巧，哎呀，结账！哎，是，干了！哎，三两银子！光喝酒不吃菜，您不说话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！来来来，咱们走吧。二位慢走啊，慢走。来，哎，站！哎，是啊，干什么？闲事，把他放了。凭什么？议事别喧，十里方圆内不准械斗。这谁定的规矩？神州义军。一天行。放人可以，可是他偷人钱财，还要出手行凶。各位对咱们姐妹俩可得有个交代。那是当然，只要是在神州义军地界内作案，必有惩罚。两位贵门派是鬼谷双娇。原来是丁氏姐妹。失敬。二位是否能够把人交给我们？妹妹，算了，把人交给他们处置，省得咱们费事。
好吧，告退。哼。给我一杯茶。哎，是是，客官。哎，上官松，你不用去了。神算子，你知道我预备去干什么？当然知道，我杨文尧人称神算子，难道连这点事儿也算不出来吗？杨文尧，你少跟我胡说八道！绝不胡说，有卦为证。哼，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你知道我为的是什么？你为的可是一把剑。不错，有一个年轻人从少林寺带出了一把非常名贵的剑，大家都在找，你为什么说一点希望都没有？卦是不会错的，天南地北，剑已经不完全在这个人手上。哼，杨文尧，你少跟我耍花样。你看，你看，一对佳人在其中。这个年轻人没有江湖经验，被鬼谷双骄把剑取了。那谁又能把剑分开呢？哼，再翻，大杂碎。今天在武林中能撑得起大杂碎的，只有金老怪。杂酒沾边，这个剑匣子一定叫他夺去了。他要那玩意儿干什么？信了吧。再翻，皇上就是至尊，金老怪一定把剑匣子交给武林盟主易天行了。不错，是路请剑河。可是神君，我的东西呢？嗯，好，你的东西当然也还给你。我为你做了多少年的牛马，神君，告辞了。鬼谷双骄也不是好惹的，怎么会让金老怪把剑匣子抢走呢？金老怪武功高强，一定是从鬼谷双骄手里面把剑匣子给抢走的。难道双骄就能咽下这口气？当然不会，他们必定会利用那个年轻人的武功到处寻找金老怪。你算得准吗？不会错，你往下看好了。这金老怪一向跟江湖黑白两道都很少来往，又居无定处，叫人怎么找呢？哼，要是被我找到，非杀了他不可。你现在还说这些话干什么？谁？是我，扎玉。我能进来吗？哼，扎家宝名震江湖，少堡主的行动谁敢阻拦呢？哼，鬼王谷的武功也是响当当的，何况又是双骄亲临，道上的朋友有谁敢惹呢？嗯，
你敢藐视我，站住！我要教训他。凭你，他是我们鬼王谷的贵宾。失敬，阁下尊信大名。在下徐元平，兄弟扎玉。扎玉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？南海门萧姑娘带着南海奇书，就住在这个客栈里。中原武林高手都是冲着这本书来的。那你也是冲着这本书来的了？不错，如果鬼王谷跟扎家堡联手，就可抢得先机，夺得奇书。二位姑娘意下如何？不行，鬼王谷家规森严，一切都要听二伯父的。徐兄，你可有兴趣啊？哈哈哈哈阁下超然物外，佩服佩服。今儿个有小弟作动，愿请各位小酌一杯。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，敬各位，干杯。请用菜。慢着，千毒谷的冷功效想把所有的人都害死。为什么？哎，这么一来就没有人再跟他抢那南海奇书了吗？谷的人也太霸道了。现在你们知道了吧？以后要是被我给碰上，我非杀了他不可。嘘，有人。嗯，熄灯。扎兄，他也是受人指使，身不由己。放了他吧。千毒谷的蛇人，冷功效来了。您别出来，我们姐妹去挡一阵子。这是鬼王谷最难缠的人，丁连山，本事大，出手狠，缠上了可要了命啊！哼，好在没惹他。没惹他，在这地方跟双娇在一起被抓到了，就是死罪啊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先溜出去再说。其实啊，我一个人倒不怕丁岩山。为什么？我们扎家堡跟鬼王谷上一辈有交情。哎，那我们为何避开？还不是为了你。丁岩山最看不惯不认识的年轻人跟鬼王谷的女孩子鬼混。
你最近身体很差，咱们还是回南海去吧。不，我一定要到爹所指定的地方。你带着南海奇术，这样明目张胆，会招人很多的麻烦。这是爹临终的遗言，要我这么做，我不想违背。唉，江湖险恶，门主不是不知道，为什么要叫你做这种事？为什么？梅娘，不要着急。好在我爹临终说过，南海奇书能保则保，保不住的时候，只要将书给处理掉就可以了。唉，话虽如此，可是你的身体这么差，叫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呢？梅娘，我不要紧的，你放心。来，我弹琴给你听。嗯，都不舒服了，灵儿，把金针拿来。是。不用了，渣渣，外面风大，我还是扶你进去休息吧。啊。有人来了。许元平一点江湖经验都没有，会不会上了扎玉的当？啊，他跟扎玉毫无恩怨，怎么会呢？很难说。像扎玉这种人，杀人害人并不需要理由，完全在他一念之间。啊，大姐，事情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吧？不，我不放心。我要去找他，目前在这儿像扎玉这一类的江湖人太多了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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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丁姑娘。丁姑娘。哎，他们跑哪去了？准是去找我们。不行，我们赶快去找他们回来。嗯，不，依我看，不如在这儿等。嗯。肖渣渣这个女孩子怎么样？那女孩很可怜。怎么可怜？像她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，应该待在家里好好静养。哼，他们走江湖一定有事。有事？难道非要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孩出来办吗？目前各方武林顶尖人物都聚集在此，对南海奇术都有争夺之心。那她的处境不是很危险吗？嗯。哼，徐兄，你可真是怜香惜玉啊。不过，那可能与整个中原武林为敌。哼，大伙这样，对一个弱女子来说，有欠公平。哼。哎，扇子，哎，里面好像有人。我们进去看看。
不太好吧？也许徐元平在里面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进去看看。干什么的？你说什么？这是客栈，我们是住店的。找死！你们不知道这是南海门的驻足禁地吗？啊、哦，哼，别说是南海门了，就算是皇宫内院，鬼谷双骄一样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放肆！谁敢碰我鬼王谷的人？南海门王冠中。住手！王冠中退下。丁延山，你可是欺我南海门无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南海门少主萧炸炸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们凭什么要杀鬼谷双骄？哼，双骄私闯住处，不应该罚吗？哼，他们犯了罪，应由我长辈处置，还轮不到你南海门。强词夺理，枉为武林前辈。哼，萧炸炸，你敢教训我？我就事论事，哼，有什么不敢？各位是？千毒谷冷宫宵。金陵杨家堡堡主杨文尧。西北上官堡堡主上官松。怎么少了扎家堡啊？你们来此是想？是为了想瞻仰一下轰动武林的南海奇书。哦，你们是想来借还是来抢啊？那得看姑娘要我们走哪条路了。哦，如果你们要借的话，你们人这么多，让我借给谁呀？要是来抢的话，哼，那得看你们的分量。哼，好，姑娘既然想以武会友，哎，各位，咱们一块儿上。上。神州义军问候萧姑娘。谢谢神君关怀。神君有令，请各位移驾议事别轩。这是软请还是硬邀啊？凭咱们二谷二宝对付南海门，以杨兄看来可有胜算，七成以上。不过要是神州义军跟南海门联手，恐怕连三成也没了。哎，以杨兄的高见呢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咱们走吧。嗯。姐姐，昨天晚上的两个女的好凶啊！哦，她们呢？她们就是鬼谷双骄，恐怕现在啊，她们到议事别轩去了。哦，那一定行在武林还算是个正派人物啊。嗯，谁知道呢？江湖凶险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议事别轩。请坐。启禀神君，神盖宗涛闹着要闯进来啊！有请。是。哎，沈君，这你就不对了。他们都到齐了，怎么没我老叫花子？哦，沈盖，
请。请，我是不请自来。嗯，哎，你们谈，你们谈呢。南海神叟之女萧诈诈带着南海奇书现在已经到了洛阳，此书对我中原武林关系重大，我请各位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。如果各位得到了南海奇书，你们将如何处置？处置如此不同，真是人各有志。那么神君你呢？哼，拙见不说也罢。哎，说出来让大伙听听，说说我们大家听听看吧。如果在下能得奇书，必定当众焚毁啊，以平静江湖，杜绝血腥。哼，不知神君是否心口一致。宗涛，你神君，老叫花是说着玩的，你可不能生气啊。哼，诸位是否对夺南海奇书已经有所安排？当然有我扎扎宝。哎，不，有我今天杨家宝在这。我今天杨家宝如果得到这部南海奇书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去我家宝买进去。有我今天杨家宝。哎，有我丁元山优先的。徐大哥，你怎么找来了？哎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去找金老二的吗？哎呀，我爹为了我们乱跑，已经把姐姐都打伤了，我分不开身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他们就要出来了，现在大家都要去抢南海奇书，你快走吧。那我的事呢？以后再说吧。哎呀，你快走，他马上就要出来了，你快走啊。哎。哎，这事儿这么讲了，这一定要在平常进行。哎，您说的这，走走。去照顾你姐姐。嗯。这条路不能走，赶快改道。笑话，南海门不可能随便改道。前面有强敌，你如果不信，后悔莫及。一派胡言，让开！嗨，我要见萧姑娘。我叫你让开，听到没有？你怎么好歹不分呢？萧姑娘，相公尊姓大名，有何见教？在下徐元平，因为前面有人要抢南海奇书，所以在下特地赶来相告。哦，你来告诉我又是为了什么？
因为我看不惯他们以强欺弱。哼，世上真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？姑娘为何愤世嫉俗？我们要赶路了，你愿不愿意来啊？好吧。赶快把南海奇书交出来，否则休想那。哼，书就在车上，有本事过来拿。老太婆，何必那么大火气？你快把南海奇书拿出来，我们看完了就还给你。对，看完以后绝对不还。哼。我看还是把书交给我。凭什么？凭我跟我儿子在江湖上的声望，大伙儿尽管放心。快交出来吧。书就在这儿，有本事来拿。嗨，他们应付得了。去吧。书被丢下去了，我们大家去找吧。走走走。小姐，你太累了，还是让我来吧。不，
徐公子为了南海门，险些连命都给丢了。我劳累一点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可是你不能太劳累呀、啊。我要在这里陪他。你们休息去吧。不知他现在到底在哪儿？我知道，他在碧罗山庄。扎玉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徐元平现在躺在南海门萧姑娘的怀里。姐姐，扎玉，你胡说些什么？骗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为他受了伤，他却在别的女人怀里，这算是人吗？扎玉，你再胡说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嗯，真是好人难做，别人的事我管他干什么？哼，告辞了。慢着，扎玉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麻烦你告诉他，能来见我最后一面吗？徐公子，我们小姐来看你了。啊，多谢姑娘为我疗伤，感恩不尽。徐公子为了南海门而受了伤，乍乍已经过意不去了，怎么还提到恩字呢？倒是南海门欠了你不少情。徐公子，我们小姐为了替你疗伤，三天三夜都衣不解带地陪着你。哎，哦，可把我们小姐给累坏了。莲儿，姑娘，你是不是想找麻烦？你跑到我们碧罗山庄来干什么？我是受人之托，来找徐元平的。扎玉，有何见教？徐兄啊，你可真有良心。丁姑娘为你受了伤，人都快死了，你都不去看看她。他们现在在哪？关洛客栈。萧姑娘，在下有愧于人，告辞了。丁姑娘，丁姑娘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姐姐为你受重伤，
你却跑到碧罗山庄跟萧姑娘鬼混。我，你走，你走。我，徐公子，徐公子，姐姐，丁姑娘。丁峰，他伤得很重，我们必须马上带他到碧罗山庄去求萧姑娘，她的医术高明，只有她能救他。不，我不去。别再固执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嗯，梅娘，过两个时辰以后把金针拔出来就好了。好，谢谢你，萧姑娘。小姐实在是太累了，你们快点把她扶到后面去休息一下吧。山庄，是啊，是我们家的小姐把你给治好的。是她把我病给治好的。对呀。哎，他们来了。哎，萧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，他救我是为了讨好徐元平。哎，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丁姑娘，哎，丁姑娘，你好了吗？丁峰，我们走。哎，姐姐，你不谢谢人家啊？不必。哎，魏王谷的姑娘，这么不懂礼貌，让我去教训教训他们。梅娘，算了吧，我们是看在徐公子的份上。叔伯，大家这么守在这儿是毫无结果的。那么你有什么主意？由我来翻，大家都看得着。佳玉，你少耍花样。你敢动一下，哼，
奇书欺凌孤独谷，哼，骗人的！哈哈哈哈！我鬼王谷不要这南海奇书，在中原也算一霸。哼，算了。我们都被南海门的萧渣渣给骗了，我看就算到了古墓，也不一定会有南海奇术的。爹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走。姑娘他们呢？自从你把他们带走以后，就没回来过啊。宣品，你叫我？是的，我叫你。我早就想叫你。老人家，叫在下有事吗？你父亲是不是叫徐荣？你怎么知道家父的名讳？太多年了，这漫长的岁月，你耐心地听我说。很多年前，江湖上出现了三个年轻的侠士，忠肝义胆，名震大江南北。老大叫徐荣。你认识家父？我要插嘴。老三叫梁秀，在江湖上得罪了很多黑道人。梁兄，我排行第二。你是我二叔。嗯。再一个，月黑风高的晚上，我喝醉了酒，被外面的大斗神惊醒，只看见一个人跑进我的房里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你爹。我急忙冲出去，可是毫无踪迹。等我回房，大哥临终时说出杀他的凶手就是易天喜，可是打在你爹身上的却是我的独门暗器丧门钉。这都是易天喜事先安排的，从此他就拿丧门钉来威胁我，叫我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你为什么非要听他的？不然他就要公布武林，说我杀害义兄。他武功高强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江湖上的人都说我不正不邪，叫金老怪。金老怪？那我的陆琴剑匣是你拿走的？不错，陆琴剑匣我已经交给了易天行，换回我的丧门钉。那我们去找易天行去。好，走。金老怪，你敢诬赖神君？人！
没想到他们真的都不来了，看样子这南海奇书必属咱们查家宝的了。孩子，别高兴得太早，他们哪一个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南海奇书的。可是这古墓前毫无人迹，难道他们先……对，也许先进去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爹，我们也进去。好。慢着，上官松，咱们二宝向来合作无间，出来吧。扎兄好眼力。扎兄，中原武林各怀鬼胎，扎兄你我若不合作，这南海奇书必落他人手中啊。以上官兄之见呢，我想不如你我联手双宝合一，那你我这双合宝不就独霸武林了吗？好一个双合宝，我们走。行。慢着，秦留步，要是以我这神算子加上双合宝，那不是比双合宝还要响亮了吗？怎么，杨文尧，你想凑上一脚吗？不错，不管你们是二宝合作还是二股联手，要是我帮着你们哪边儿，就是你们哪边的福气。怎么，二股也来了？你们都来了，我能不来？这样吧，我让丁延山把女儿许配给你们扎玉，那不成了两股神算双合宝了吗？这样一来，中原武林谁又能比得上呢？哼，可不是，中原武林也就这么多人了。爹，不行，怎么谁也不要，我们先进去。嗯。丁山，你真没面子，两个女儿送人家，人家都不要啊。扎玉，咱们走着瞧，我们进去。嗯。算子，这些你都没算到吧？我早算过。算过什么？算过我们今天都得死。哦，进去吧。手上的剑是哪来的？是不是慧空叫你来的？哎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慧空大师呢？慧空大师
已经圆寂了。他临终前叫我把这把剑送到古墓给萧夫人，你就是萧夫人。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18年了，18年前，我可以离开少林，你也离开南海门，跟我远走他乡。不，我不能。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，我不能太伤他的心。你快回去吧，回少林寺去。大师不是让你接掌掌门吗？以前的一切，把它忘记吧。哼！好一对无耻的男女！中原武林朋友们，给小弟做个见证，我要除掉这个败类！你不用再蒙面，我早就知道你是谁。没有你这种无耻女人。门主，你可以要我，我也无颜再活在这个世上。可是我们的孩子，我找梅娘把她带回南海门抚养成人。滚开、你们抓住她，你们不是答应过我要联手除掉她的吗？抓住她，抓住她！你们抓住他，抓住他呀！你们为什么不拦住他？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？中原武林各派就是这样背信忘义的。你们不要走，不要走啊！好，走，走，你们都走，我会对你们报复的。你们给我记着，你们会得到报应的。我就是死了也要报复的。门主。门主，当我赶回南海生下渣渣以后，我就藏身古墓，人希望。那是谁？有人闯进古墓，我们快去看看。上官兄，我们这样走来走去的不是办法，
我看我们还是到那边去试试。好。这大概就是南海们藏书的地方，快把门关上，别让他们看到。哦。哼，这书谁先看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大家都出不去。哼，张保重，你拿去看看。齐了，拿去给神君看看。嗯，君请过目，真有胆识。孩子，孩子，这怎么回事？一天行，夫人。夫人，梅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她非要见徐公子。小姐，这是你娘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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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，孩子，苦了你了。门主呢？门主已经去世了。爹临终前叫孩儿带南海奇书到古墓来。书在古墓里，他怎么会还有呢？书是空白的，只是吸引江湖高手到古墓来夺书。门主死了，还不忘报复中原武林。你爹的心地也太狠毒了，
好在老夫还没有上当。快走，一天行，我正在找你。哼，找我干什么？报仇。天行，你不要装了，我已经把你全部给抖露出来了，你认命吧。徐公子小心。徐元平，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一切，看来我不能不杀你。伤得很重，不要讲话，
是讲话，伤了元气就没有救了。啊！招式来对付他，南山猛虎回马枪，北海蛟龙震九天。日月连环两分一，已不久人世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一了我的心愿。赵兄，请说。能不能把奇书拿给我看一看？我死也瞑目了。当然可以。徐公子，手上有毒。好狠！